觉得他们两个登对吗？真的是有到共识，然后相处舒服，都登对。所以你不认识许兰芳？认识？我上次有跟他一起上节目，我跟他不熟，可是他很漂亮啊，觉得他很适合，是很适合跟少伟在一起，很适合去代言医美啦，因为他对美也很喜欢。跟少伟在一起不需要漂亮，我觉得两个人要在一起跟漂亮没有关系，要个性合得来，要可以相处。年轻的时候，你知道大家就是觉得我看到你帅顺眼，可是老实说，当你要走一辈子，大家要可以，你知道老了什么都不能做，坐在那边还可以你看着我看着你聊天，对，所以那跟漂亮没有关系。你觉得他们两个登对吗？个性上，就是个性的话，我觉得只要是大家真的是有到共识，然后相处舒服，都登对。他自己烂就算了，少一颗蛋也没有关系，你们自己孤独终老。人家许博士这么好的，你们听到吗？白博士，不要乱讲，他还叫他白博士，什么是我组长的？你还叫我马念先呢？算是在他们这一群里面还有一点点羞耻心，是吗？对，还可以测得出有没有情绪的高低。我告诉你啊，英雄不掉泪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皇后，好猥琐。大家好，我不是坏皇后，我只是长坏掉的皇后。但事实上我是真皇后，因为我可以反映出朋友你在朋友眼中真实的样貌。王少伟他的情绪管理是有问题的，只要稍微一失手他当场翻脸。有这种事吗？有，多的是了。哎，这个我告诉你啊，那个你要不要就直接用声音？那个王少伟啊，进去。我觉得是三个笨蛋在后面。因为我以前就是录其他外景节目的一些经验，比如说我去上宪哥的外景节目，宪哥就会跟我讲说，比如说你要弄我的时候，你就用力弄，这样子才会有效果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我就谨记宪哥跟我讲，有一次呢，我就拿一个球，他就叫我砸少伟哥，我还在砸他之前，我还先大叫一声，啊啦，少伟哥，我来了，然后就砸过去，结果他真的反应有够慢，他就直接被我砸到他的脸，然后他的名贵阿玛尼眼镜就掉在地上，我的阿玛尼，我的阿玛尼，对，他就很生气。然后，但是他生气，他又要装一副他没事，他是大哥的样子。然后偷偷的就移到我旁边，然后小小声跟我讲说：“小安，你死定了！好，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一个咖是不是？哎呦啊，你很屌吗？哇！”那时候不熟是不是？哎，这有点资深的欺负人呢。我有点害怕，因为我心里想说，我之前不管是跟宪哥，或者是跟其他的大哥、台哥一起出去主持，就是外景或者录外景，太凶了，不是都是这样的吗？奇怪，怎么会在这边就这样？然后我就回去赶快打了一篇大概300多个字的那个道歉给少伟哥，后来他才不生气。他刚刚胡说八道，他根本没有事先告知。我一转头，那个球就来，然后呢，我用什么状态去？我说眼睛是歪的，阿玛尼。然后那个整个鼻梁超痛，而且我的眼睛是整个歪掉，他不闻不问。然后一点也没有在关心我，他说哇，好笑，好好笑哦，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，小哈，你的力道在录影中啊，对，录影中我当然不能跟他讲这个嘛，啊，录影完我就跟他讲说，因为我是一个体保生，他那个力道我都承受不了，那一般人怎么办？哦，早就粉身碎骨了，哦，所以我是真的有这样跟他讲，哦，你真的有不爽啦，有不爽，有不爽，哦，那可能太痛，真的会吓到，有些痛到会真的。这个大抓狂，那个眼泪当场飙出来了。后面还有谁？来，还有，你只是剩一颗蛋的老偶像，不要在那凹心人了好吗？圣诞老人什么意思？因为啊，他可能以前是那个，你们可以不要骗人了吗？花花，足球队的嘛，我这样讲比较有安全感啊。怎么样？足球队可能有受伤过，所以他现在只剩下一颗，不然你们大家可以摸摸看。然后他不喜欢穿内裤哦，都喜欢给我们看他的蛋哦。龙珠，龙珠，因为他的另外一颗已经萎缩了。对呀，很可怜。缩起来了，缩的不见了。对呀，而且他没有蛋之外就算了，他还不知羞耻，脸皮很厚。他可能是以前。
前很红嘛，现在不红了，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多钱。然后呢？哦，来了来了，不要上去了，继续，他上去了，继续。他很夸张哦，他每次看到喜欢的东西哦，都不自己买，然后都是哦那些晚辈的，像丰田呐、啊，他连我的东西他都要 A 耶，你说这个人到底要不要脸呢？他有一次哦，我不想变身，他有一次鞋底直接脱胶，很多次。脱胶之后，丰田因为他日本人又是你菜鸟，他就很不好意思讲说，哦，少伟哥，其实你这双鞋蛮好看的。对，他马上把鞋子拔脱下来说，来，丰田跟你脚上那一双换。他是后背让你先补吗？对，好，我跟你讲，他自己烂就算了，少一颗蛋也没有关系，你就自己孤独终老。人家许博士这么好的，你们听懂了没去白白弄脏了一块肉，哎呦，讲话这么难听，讲话很重哦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我跟花花我们比较不会再帮腔了哦，对对对。那马哥你自己不是，我觉得就是你啊，你的个人习惯也很奇怪，怎么了？怪癖啊，人家不能睡你的床，那你总不能让人家好好的一个女生跟你睡在荒郊野外嘛？你自己少一颗，你就不要浪费这么好的东西。姓马的关你屁事？白博士，不要乱讲，他还叫他白博士，什么新闻组长，你还叫马念先呢？第一次录影，我录一整天了，还没呢。我们的来宾马念先是谁呀？你有没有跟我道歉？你出来干嘛？你去里面呢？保护当事人，保护当事人。别气，别气，哎，有动念吗？有啦，这已经有动了。来，我们总结一下吧。我要徐辉。他刚好遇到那个小，哇，愤怒一百，这个根本不用测了，这一看就知道愤怒一百，是真的愤怒啊！宪哥，这个就是哈，刚就是他直接是真的抓狂。然后呢，其实像少伟哥这一种人，其实也不是不好，这一种人就是有话直说的，直来直往的。但是呢，刚其实我有发现，我去后面。